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现在在广东揭阳，现在去吃早餐茶点，现在来这边点茶，随便你吧。这个这里你们正常吃是什么？啊，这里啊，这个矮牛啊，这里有图片吧？这个。我刚看到有我的爱好，有你的爱好，雷蒙里，什么菜？这个白珍珠的呀，月饼啊？对啊，你看是不是？不懂。喂。然后完了。我们把垃圾的。烤鸡肉。鸡肉。就是茶嘛。这茶来我来冲。茶？啊，这边喜欢喝茶。是。嗯。白天喝到晚上。白天喝到晚上。来来来。直接倒喝吧，这个。来钱呢？放下去。来，等下烫到了。绿茶。不确定。大喝一口。这个是你吃东西吃完那个食物吃腻了。嗯，吃腻了。吃那个茶就会很好。吃腻了就喝茶。是。Thank you。广东茶，尝一下这个广东的茶，野菜蛋，这是阿新刚点的早餐。一笼一笼的来，我还以为就是哇，鸡胗真的，鸡脚，哎，这个是牛肚吧，这是牛肚，脚是哎，没毛，脚是四缸，这个是鸡爪，鸡脚。这是小花的腿的手，先吃有蘸料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哦，啊，尝吧，吃吧，安迪。这是我的手，就直接吃吗？对，因为它里面有。哦，安迪吃吧，你吃吧。你吃。我来吃。先，对，我再搞一点茶。搞点茶，还有茶，有吃了不喝了？你等一下吃了就知道茶的重要性。哦，茶的重要性。我就吃肉。嗯，你喜欢的肉。这个得自己去加一个。要加水是吗？是。哇。你能扔进吧？这什么？不知道。冻。菜单。嗯。嫩，好嫩。红米脆皮肠，红米脆皮肠，它里面是有虾肉，虾肉，外面豆的。哦，这里也有虾肉。有虾，嗯，怎么样？好吃。小蛙吃那个很嫩吧？像那个卤肉啊。这个很好吃，软软软的。边吃边喝茶。是啦，安利，这个是排骨，哦，里面的排骨吧，嗯，有排骨肉，还有那个芋头，广东
吃早餐都是吃茶点了。尝一下这个牛肚啊，牛肚还有这什么胡萝卜，白胡萝卜，白萝卜，这是白萝卜吧？是。进去。谢谢。尝一下这个牛肚。嗯，好吃啊，嫩，好嫩。这个给俊哥。哎，俊哥。好，谢谢啊，阿信。嗯，哇，香香的。这个很好吃，都很好吃。个赞。尝一下这个鸡脚。好嫩，这个很好吃的，真的很棒，棒，棒，尝一下这个，英国怎么样来？哦，里面有虾肉啊，外面什么皮啊？酱油啊，红米脆皮，红米脆皮，外面是这层皮是红米做的，嗯，不错是，好吃，哎呦，哦。是啊，虾和苦瓜吧，对，是啊，给奶奶你饺子，这么多，我再整一点。好嘞，哈哈，到了都是你们一人一个，是吧？一个一个，每天都是吃肉吃的，饺子，因为它有油啊什么的，怕太腻，所以就这个茶也是很好的。嗯，两个人正好，你想用哪个？红红的。不用了，够了。苦瓜，可以一起吃。哎呀，坐这一。安静点吃。哇。嗯。好吃吧？好吃，嗯啊，放羊肉。吃饱了，现在出门了。对。这里是。你坐车。什么名字啊？哇，好大。都是跑车。龙江大酒店。龙江大酒店。哇，这里都是哇跑车便利。哇。在这里，刚才在二楼吃早餐。好了吧？啊？咦、欸？
上车上车，走啦。在傻瓜，爱你傻瓜，可没空来来眼中没有什么。这里去广州要差不多四个小时吧。买票买票去买票去买票，然后明天我们就 我们已经买到票了。明天呢去广州，到啊广州东站几点去的？九点四十分开，准备去了，开始出发。咱们呢，先回去休息了。这个是鸡翅。鸡翅，鸡翅，清淡。这是吃午饭了。这是阿星家，他家是搞椰子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！这个白的厚厚的，那个尾巴是黑的。喂，喂，为什么尾巴就这样？全白了，然后尾巴黑的。这是鞋子吗，叔叔？哇，发，发到越南了。广西吧，还是直接到越南了？广西，发货到广西。哇！这是线上。哦，这个加那个线。流水线。流水线。哦，现在都没发货了，所以工人都休息了吧？是。哇！现在要等到年底才。不用，就是也有单。也有单，就是比年头会淡一点。都是卖批发的嘛，对。对，批发都是外贸。外贸。出口。主要是还有哪个国家吗？还是只有越南？东南亚。东南亚。东南亚的比较多，印尼。印尼。泰国。都有啊。都有。哦。啊，上面比较热啊。最高的楼了。哦，刚讲的，他放叉菜上来。我看，要来干嘛？我看，这个，这个几号？这个几号？你看，刚才坐一坐，坐一坐，几靓好靓哈？